也请教次长哈。好，次长请。啊，徐院好。好。你一向温文尔雅，但是你现在是跳火坑吗？啊，比火坑还严重了。你先啊，听听我的意见啊。短期内是内部经营管理绩效，长期是市场结构。台湾不可能再容许目前这种国营企业的市场结构存在，绝对走不下去。所以目前这种市场结构以国营事业垄断独大，那即使有限开放也变成联合垄断，这种趋势可能成为台湾在20年内灭亡的原因之一。其他还有几个问题的，所以现在你稍微冷静思考历史的循环啊。现在担心的，今天好过一点不好过一点，已经不是重要，而是可能20年内台湾就要灭亡。好，那至少我们应该把握，不是黄金10年，那已经不可能了。这个不是逃亡的10年，而是救命的10年，把它救回来，用10年救回来，不要期待黄金了。这10年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出走，资金出走，接着人才出走，接着国民出走。已经很清楚，我讲这些对我没有益处，但是我忧心忡忡，真的已经看见了。那这个台电，你既然当个董事长，也不能拒绝，所以你临危玉碎，不为瓦全，你就很客观的、很超然的，然后把自己当成这个改革者，一个使命感进去以后。好的人才提拔重用，坏的如果有证据移送法办处理。太多太多迹象证明台电在最近的10年，尤其5年来是相当这个贪腐了，采过煤，台电跟这个台塑就比较啊，到印尼去啊，人家企业是怎么打的，人家验收是怎么验收的，你派个人去嘛，派个小组去嘛，去台塑跟他拜访嘛，看他是怎么，他的企业是怎么样，我们的你台电的企业是怎么样嘛，中油的企业是怎么样嘛，先从企业一对照就有了，你有经济部可以配合啊。为什么这个热能比较差，他们说啊，里面灌水啊，那煤炭这个起重拉起来的时候，水都还在流，还在漏啊，那里面水占10%，灌水啊，那这些小地方，那我要接受这个民众陈情啊，台电核电厂所用的核能级的蓄电池，美国 CND 原厂供应。长期都是它供应啊，其实世界上好几个品牌啊，有英国的，有法国的，有德国的，美国的这个比较贵，但是人家透过新加坡的贸易商从美国去询价，就问出来的美金不到8万块，那台电呢预算1200万，那它标到了，结果有台电的人出面去阻扰，不让它出货。所以变成废标，他还被罚了60几万的这个保证金。那后来，最后他去查溢价，用800多万，溢价还是回到原来那个长期的供应商独家供应。像这个很清楚啊，手续都合法，程序都看不住漏站，但是关键是谁要让台电多付钱，要这个继续拥有他们暗中勾结的既得利益。所以人家已经标到了，
新加坡贸易商，哦，也透过三角关系去询价、去订单、订下订单的，最后还是没办法帮台电、帮国人省这个钱。类似的这么多，从大到小，一面贪腐，处处都是可以看到官商勾结，看到浪费舞弊的，哦，这个影子。所以你去就改革吧，就改革啊，哦，然后如果那个公事里面还有标准嘛，那标准如果不符时宜，好，例如说我接到一个信息，我因为不是本委员会的，是没有那么这个专门的时间啊，好深入了，但是我接到信息啊，好，你为什么跟民间电厂买电会比较贵，好，它的计价公式里面，好，一个资本汇率嘛，哈，那个利率嘛，利率，哎，利率嘛，当初利率比较高，那利率是用浮动利率呢，哈，还是固定利率呢？当初不是用浮动利率。那如果固定利率的话是不合理的，那现在已经这么长了，哦，这个时候你用什么变通的方式要求它下降嘛？就像我们那个18%一样嘛，当时公教人员那个18%的时候，利息是10%以上啊，所以补贴顶多是5-6%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是1/3嘛，现在倒回来补贴是2/3的，还是存在，那是既得利益，哦。但是问题是时代背景，问题是现在生活都不好过，物价都上涨了，所以国民的平均薪资退回14年了，所以这些既得利益可能在我看来还有值得同情之处啊，啊，因为它虽然不合理，但是让日子不好过，所以在不合理当中让他日子继续好过，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情有可言啊，哦，但是他是赚钱呢，哦，他是赚钱赚到那么离谱呢，那你什么还容许他存在呢？哦。所以这些哈，哦，你都不，如果你不诚意的、不善意的，要来保护国人的利益，保护台电合理的经营啊，哦，的这个空间，那你就会找理由、找借口说啊，我不怕多，我没办法嘛。那如果你不得不要改革，啊，所以现在站在反对党立场很简单，对立委就罢免，支持这个不当上线我们就罢免，发动民意。好，哦，你今天不对少数人开刀革命的话，台湾就亡走灭国。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而且从旁观者、从第三者、从消费者来看，这是你们的错误，造成我们不可改变的这个破灭的、哦、灭亡的命运，那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呢？哦，当然革命有理啊，这个时候革命有理啊，所以进行民主改革嘛，哦，逼你去做改造啊，哦，有些赖账都可以跑了，为什么不合理的企业不能改？那是借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的话，就说你一定要扮演改革者，你知识过、学问过，经验也应该差不多，只是你愿意不愿意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你也只是贺喜你，那我看我可以帮你，哦，这个圣名了，你的一生就可能毁在这一关了，因为这一关人全国人民不放过你的啦，也不放过马英九啊，也不放过经济部长啊。因为现在民生辽困到这种地步啊，你说什么离峰，他那个离峰哦，哎，主席拜托给我再5秒钟哦。你看以离峰来讲啊，对我来讲是生产成本呢，因为我是24小时一定要开动机器的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不是因为贪那个离峰价格低，所以我把白天的哦量这个产能移到晚上来动呢，而是我24小时本来就要动的呢，但是你现在用一个离峰的价格，不是一定要涨。好，哦，叫做合理，但是对他的长期的经营来讲，已经不合理耶。他怎么生存？他当了官场啊，所以失业马上就出来啊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些问题你从宏观好，哦，去思考，那么再回到你的本位，应该如何做革命式的好，哦，一个改革，革命式的改革，只有这样子，我是给你的建言呐，啊。好，谢谢委员，谢谢。